南投美食到底有什么？南投人的排行榜让我太惊讶。意面，台南的意面比较有名吧？怎么会在南投？哦，哎，其实说真的，不输那种日本拉面。蚵仔就是我们说的蚵仔，那有可能？油炸版的蚵仔汤，就那个味道啊！咸豆浆让我惊艳。这你感觉不出来是豆浆哎？每周二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台湾各式移动厨房，不动。